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4号，今天我们来到韩青的王路村一个郝大哥的大疆地。啊，你看大哥正在收获大疆，这是我们大拳头的一个忠实的用户。大哥用了1吨多大拳头是吧？啊，用1吨多。啊，那效果怎么样？效果刚刚的。刚刚的。啊，那个它表现在哪里？在大疆上？主要是这个胖。苗子足硬啊，苗子好啊，哦，苗子是硬强来了，哦，是硬强来了哈。它只要它壮，苗壳子壮，它这大疆它就长大长大大，啊，苗子只要是壮。啊，刚才我听大嫂说，就是那一亩地净着15000多斤。哎，净了15000。哎呀，今天产量好高啊，嘿嘿，你看，你看在大疆那个，它片多肥，多胖，啊哈。哎，相当胖，相当胖啊！哦，行啊，明年还继续用大拳头，继续用，继续用啊，继续用啊！明年还得继续用。好，谢谢你，大哥啊！好好好，哎。